因为她的服装呢，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女性的这个美。我们不用做太多的动作，她这个线条啊、曲线就基本上就出来了，所以比较舒服穿起来。 这个故宫它很能够代表这个中国文化的精华，那么在服装中融入这种文化内涵，我相信也是，起码是未来的服装世界应该需要的。